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。行情给有准备的人，标股给有卡位的人。今天台股再喷历史新高高高高高，尤其四大天王一路的领军，带领的我们的台股还有我们手上的股票一路喷高。首先把这样的喜悦跟这样的荣耀分享给所有的人，也希望大家继续敬爱我。第一档台积电飙38元，创天价984。第二档喷17年的新高208，鸿海滚量17.3万张。第三档联发科创天价1485，狂涨80元。第四档大家做梦也没想到的广达喷外太空320元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这些股票是不是我都要大家强力霸占？所以今天大家必须要敬爱我，也要认明品牌。高价股洪家军找谁都没有用，找我最有用，因为我真的做到了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广达你要一只吗？在今天没有喷涨之前，你不要半只，因为你看它像乌龟。当我叫你买联发科的时候，你告诉我已经很高了，今天万万没有想到离我买的那一天又飙了100多块。当我叫你一路霸占鸿海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不看不好，所有人认为200块已经是天花板了，结果你们全部跑光光，反手卷空，没想到再喷17年的新高。台积电我做了几轮了，虽然今天在喷涨过程我没有，但是这一段我也带各位赚很多了，我讲的一切都事实。但是我每天剖析大盘，我一定会跟各位说台积电的走势跟大盘有什么关联。当然四大拳王全面攻顶，引领的台股再度的创新高，那么这有一个含义，台股的命运是什么？其实已经惊爆给各位知道了。 AI 从去年延续到现在，我曾经讲过，当商人有大建设，他就有新的商机。当商人有新的商机，就会带给各位钱财。您认同吗？今天一定很多人认同我的概念，我的理论。所以今天这些股票飙得理所当然。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、广达，除了这四大天王之外，我想所有人还是要敬爱我。这档所有大脚找谁都没有用，只有我，请看。高贵不贵，你要一支吗？今天喷新天价2980，还涨停板。今天每个人都想要拥有我的股票，对，我曾经跟各位说，你要霸占股票，当它还没有喷出之前，你就要卡位。喷上来，不用我讲，你自己看得到。今天所有人都看得到台股创新高，今天所有人都看得到台积电喷涨，今天所有人都看得到鸿海飙涨。对，我做到了。这档鸟不生蛋，真的生不了蛋吗？请看301那天你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它会不会复制广达走势？会复制鸿海走势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很踏实，要你卡位，要你霸占。前菜301到316，我们算整数15块，前菜而已。就如同当时我在讲广达的时候，当时我在讲微影的时候，当时我在讲鸿海的时候。好，这个盘的命运会不会继续引领下去？今天很多人在盘算，哎呦，期指结算，然后台股就要压低，是这样吗？请看。再喷历史高23275哦，收盘23209，今天量真的非常的高贵，6000亿。今天台股收到这个位置，我想大家可以开香槟或者是放鞭炮都可以，但是有赚到大钱的人，请你要记得
珊珊老师的剖析，珊珊老师的霸气，珊珊老师的霸占，珊珊老师的卡位。今天台股直接喷452点，而且这根线的名称叫大阳线，擎天一柱，要被本间 K 线称大阳线，而且要加擎天一柱，那是了不得的一件事。这必须要量价配合的好，而且位置的问题。今天6000，今天6000，还有一个重点，20大排行榜涨449，哇，449套台语一个速速九啊，哇，指数会不会再速速九？前面4大全指都是我要大家霸占的，对吧？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、广达，所以没有人可以跟我辩驳的。收这个数字，这个量能，但是这边我特别标记啊，上市的部分注意喽。很多人今天笑不出来，因为下跌加速一坨拉股，上涨的就只有我这些股票 ，OTC 直接翻到黑黑的。所以为什么一个行情两样情？我讲过，主流英雄在哪里？你要看仔细。你霸占错、看错、买错、听错名牌都没有用，因为你帮主力抬轿、主力出货，你去帮他接货没有用。但是我这些股票，每个人看得到，就是喷喷喷喷喷。好，这时候台股今天形成这样的状况，明天会怎么样？昨天再喷历史高22787哦，红十字。昨天涨260，这边是24排行榜219。那么我讲过，昨天的形态叫做高空明亮星。什么叫高空明亮星？这边悬了一个多方缺口，嘣上去的。我昨天讲这个明亮星，我还这样子一闪一闪亮晶晶。大家喜欢太阳、喜欢月亮、喜欢星星吗？好，昨天我讲的是形态，日 K 五连红，两个多方缺口，显示一件事情：量价未失控，金金涨的格局已经出现。光这句话，千金难买早知道。光这句话，全台湾就只有我讲。昨天台积电电子权重领工早盘，昨天已经创高，量价同整。我解盘解的蛛丝马迹都解得清清楚楚。昨天在留多方缺口，显示强力买盘中继再涨格局，我讲得很清楚哦。哇，而且呢，这句话头过身就过，断脚补缺口，结果今天选择直接头过，嘣嘣，哇，今天的猖狂了，各位看仔细了，嘣，哇，擎天一柱，大阳线攻顶。要称为大阳线攻顶要有条件哦，今天完全符合，因为量价对的，而且形态是非常猛爆。我说的是这一段六根红，三个多方缺口。我现在说这一段哦，我已经讲很清楚了。今天报6000亿的量，明日关键6000亿，明天会7000吗？8000吗？还是说成3000？请看形态，大阳线攻顶，明天关键价23066，记下来。三个多方缺口，会有第四个、第五个吗？还是 game over？ 今天电子四大权重领工，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、广达都在我家，指数再喷新高，这个数字，而且四大权重王上面这四只全面喷新高，全面喷新高，全面喷新高，讲三遍。明天开高开低，注意的，开高需过今天的高点。因为今天有些许的虚虚，否则一反杀。好，讲到这句我就搬这个。今天有些许的虚虚啊，些许虚不是收最高，有些许的虚虚。所以你明天开高一定要过今天的高点，过了守住，否则一反杀。明天开低虚守我给各位的关键价，守住一切好说，否则一追杀。所以明天很关键，还没有我的粉丝赶快扫一下 QR code 好不好？不管是 Telegram 或是 Line。那今天这边有一件事情我要插播，我等会要插播，我现在先再引述一下，我今天要引述的是这档，我先插播这一档，17年新高，郭老板他的心愿退休假有来，昨天没有，大家又不喜欢他，今天你又如何解释？哎，我说不要三心二意，退休假到了，那么退休假到了。会不会再有一个门槛？什么门槛？我们现在沙盘推演，
如果你想要知道，注意了，鸿海已经确立今天又站稳200，那么会不会攻这里呢？那攻这里要有什么条件？因为这个不能直接这样子目标哦，这不是目标价，这是我告诉你攻这个要有什么条件。如果你要想知道，至少把我 LINE 加入。这边数字是什么？最后一个是这个数字，那数字是什么？关键数字是什么？那么想要知道，你可以加入我的 LINE 或是 call me 问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既然跟各位说要分享给你，你就来知道，就来知道。你要到这边一定要有一个条件，不是你今天喊500、600、700、1000的台积电曾经不是500、600、700、800、900，好，那现在你看到1000多，当然你要有一个目标，你目标里面的内容是什么？好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要攻这里，最起码这个数字很重要，想要知道你加入我的 LINE Telegram， 那想要直接马上知道你可以。好，讲到这边，今天老师，你又开小胖卡了，那当然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前天说再买回，你们不理我呢。哦，你们说啊，200昙花一现，昨天掉回200，啊，今天呢？老师，我买太少了。小胖卡开出来，哇，有钱的感觉真好呢。今天我会员的手都脏兮兮的，他们又把钞票当玩具了。你要体会一下吗？要，赶快来问一下。除了这档，我想你们还是要非常敬爱我，或是拥抱我都可以，因为没办法，这种股票洗来洗去，今天创天价了，没有人想得到。讲到这个也不怎么厉害，但是讲到这一档，很多人眼镜可能都破掉，今天眼镜好像生意会很好，因为你们眼镜全部摔破了。什么？320？没错，320，320，320，它叫广达。当时我叫你们买，为什么不理我？想一想，如果失去太多的机会，好，除了这件事要做之外，啊，这件事要做之外，还有这件事，好，顺便讲，好不好？这个，好，这个，618，今天619了，开放最后一天，马上空米，就广告，马上进来。轮源投顾和分析师今年本间 K 线88种形态，透析阴阳 K 线的奥秘，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，创造人生财富。咨询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人生如股市，变化莫测，时高时低。股市如人生，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。唯有客观分析，精准研判，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。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，创造人生财富。轮源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你到底准备好了没啦？那如果这次没有赶上，还有没有下次的机会？来，先看这个984，做梦吗？没有哦，7.1万张啊！护国神山，做护国神山，不找护国神山，找谁都没有用啦！每个人叫你放空，每个人叫你绕跑。啊，你在哪里啊？叫你来问我也不问。啊，这边就不要吗？哎呦，921好恐怖，跌一块。哎，你跑去哪里啦？很多人吼，后知后觉。我有跟你讲，有钱的想要做的买卖，赶快来预约，因为这个形态啊很关键。昨天怎样？直接翻盘，我也讲很清楚了，直接翻盘。那你高空业心很重要哦。啊，你今天没有来问我，你惨了。很多人看到这个记号啊，每逢十字黑 K 必要转折向下，结果今天啊眼镜破掉了，啪，哼，984量价齐扬，擎天一柱，大阳线攻顶。
我昨天特别讲台积电的线，昨天跟大盘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大盘是红 K， 台积电是黑 K， 所以今天很重要。有听进去的人，今天都 smile 的嘴巴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的手今天很脏，因为把钞票当玩具。好，这档会动，台股的命运。好，那台股的命运会好，这档不会寂寞。我讲过，短波段、长波段、中波段，我通要赚，我真的很敢赚，这个何大胆哦！你们给我称呼啦，真的谢谢啦，我真的胆子真的很大啦。我不是买200哎，我那天跟你讲买平盘跟平盘下哦，我发市价哦，因为我定价没来，我改市价哦，所以有人中到平盘下，有人中到平盘，最高是平盘，那我们就以平盘算198，那天马上立马赚，你们没有办法啊，昨天更好玩。哎呀，只赚5毛，很好笑哎！今天没有货的，我不会笑你。那今天我顺便解决一半，要追的我倒一半给你，我另外一半还不卖。我前面140买的，150买，160通通不卖。我讲过，不卖就是不卖，今天只卖一半，因为急喷嘛。我会员要加菜，要吃鲍鱼、吃龙虾都可以，跟我最幸福了。我会员越来越胖哦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大家换名车，大家换大房子，17.3万张，谢谢大家来共享盛举。台股没有这些股票，真的不能创高。你要吗？哦，现在看来很想要呢。啊，明天可以再要吗？为什么我可以再度买？我讲过嘛，我有卖有买，我才能够买嘛。那你们就天天一直这样挣，那就不能赚比我多啊。那话说回来。208140涨多少钱？68。那我不是只有赚68的问题哦，我中间赚很多波段哦，你都知道吗？好，那不知道也没关系，那钱我赚走了，好吧？好，我都有讲了，啊，都有讲了。那你当时在这里在哪里啦？我想每天翻这个哈，翻到都时间都不够啊，好不好？我有买都跟你们讲，然后我保留什么单都跟你们讲。这张哦，很多人来要啊。表框在他家墙壁上面，如果今天你还需要这一张历史的见证，可以欢迎来索取，可以挂在你们家墙壁上面。4月19号，台股崩跌1000点的那一天，我尾盘全力扫货，当天小赚，叫我何大胆，我会员真的是叫我何大胆啊！啊，这一点，次日啊红 K， 结果呢，再次日啊，我直接公开了啦。黑开就公开，但是它涨了6.5块，就是我大小通知叫红海。140的故事就这里，我从这一点就好了。我要对下面这一张哦，好，这样子留着就好，我自己搬。我要给你看什么？我不是在表演魔术，当时的这一点就是现在这一点。4月19号到今天，6月19号，这两个月你在干嘛？我的红海140飙到208，历史的见证，凡走过必留痕迹。你跟谁都没有用。我想今天这个侧标不是我自己取名字的，是我的会员，大家认同的。不管是总代理、专门店，我最有资格，因为我真的霸占。从这边，这边，这个翻翻翻，各位都看了，我一直讲绝对霸占，不管红 K 黑 K， 因为我看的是未来。更何况短波段我也带你赚，长波段也带你赚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每天在讲，不是说每天在那边度时间，是要佐证告诉各位，你曾经拥有，或是曾经有机会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呵护它？为什么有些人没有钱？因为你不知道一只股票可以这样飙嘛？你说它叫大牛股，你不知道吗？今年流行大牛翻身呢。520这边我卖掉，三黑再买回。高吗？166很高吗？今天看来不高哎、欸，今天208嘞，很高吗？185很高吗？今天看来很矮呢、欸。我都跟你讲，我要怎么赚，怎么做。这边还告诉你，你要问一下是中继。那这边两个高档并列，我说我加码单卖掉，加码单一次倒光，我保留这两趟，我讲得很清楚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，也要有钱给你数啊。很多人在喊口号，那你数给我看，我们会员真的数到手抽筋。来，46.34，19.20，自己算好不好？保留，我到现在还保留，到现在还保留。我这边卖掉，我就没单给你写了，对不对？我讲的都事实哎、欸。
没货赶快来预约，你为什么不预约？我这边又买，你为什么不买？然后这边看不起他，172看不起他，结果又被我赚了，到181，我这边又卖一半，我都有讲清楚了，加菜金有没有？我这边保留就是保留，不卖就是不卖，保留就是保留，这边再做短波段，有没有？讲得很清楚啊，200，这边我还买，那天买195就喷200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你不敢买赚不到，201，这两单还留着。一样，这两套还留着。今天195买了这边的这个，今天出一半，另外一半明天买还是卖。这两趟我还留着，这样可以吗？郭老板的心愿来了，接下来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层的高峰？就如同当时鸿海跌破100块，从100涨到200，花了多少的无数次的一个震荡的过程，结果攻顶了。那么现在200。会不会因为 AI 的题材再去另外一个100？大家要注意的。我想这个多次啊，这个东西这不是我发明的，这个真的不是我发明的啦，这个不是我发明的哈，这个、不是我发明，真的有这个东西啊。啊，大家昨天也听到了，鸿海包了很多他的那个制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不要再讲这个了，大家知道就好。我现在跟你讲这个了，今天这张股票，你为什么不要它？290来买都可以，291来买都可以，欸，我没有放弃它，欸，288你们嫌它太慢了啊，就今天一次给你一次就够了，6月17到今天两天一次就够了，320为什么你不要它？我告诉你，要买在没有爆喷之前，不是喷上来，喷上来你自己买就好了。284你在哪里？274你在哪里？我有，我坚持什么？我坚持让各位过好生活，我坚持让大家换大房子，你为什么不敢？因为你不敢，所以你就当穷人。我还跟你讲这个题材，6月17，赶快来卡位。结果昨天还在这。我说要这个条件有三字头的面向，我讲一个话一个证据，这里怎么过不亮？今天直接喷了，这个量够大吧？大脚喜欢来我家，为什么不去你家？以我家风水好，直接一只攻顶，299算什么？320，你要一只吗？前天的事情到今天可以这样喷，所以你要相信我所告诉你的一切，主流就是主流，英雄就是英雄，不要去想那个有的没得的，要这样赚才赚得多。这档呢，剩下两分钟啊，一分钟讲一只啊，因为这个，好，这个不是空穴来风，今天天价2980。昨天2710你要吗？50块，我昨天讲3遍50块，去看节目。你要吗？我没有放弃，我一直告诉你们，中股票要霸占，可是你们三心又二意，听那么多什么空头的言论，我告诉你，补量易上攻，2470，6月6号，结果6月13，6月14，配息42期，你自己加进去。今天我还没跟你算42块，昨天高低点110。今天请你这个价再加42块，这个价再加42块，我能够成就各位当富有的人，但是你要跟我同心协力。510跟445，请你加42块，因为我们有参加他的配息，我做到了。今天时间不够，最后一分钟，我还是要跟你讲这一档，因为我做到了。天价1485，今天就收1485，你要一支吗？你要一支吗？我要，我全收了。你不要，没有办法，留多缺口。这一天我在做什么？进场卡位高吗？不高。今天看起来真的不高，在这里，结果喷到这，你要一支吗？120块。所有的一切，请大家心平气和，找对人，缘分对了，你就能够跟钱有缘分；不对，你跟谁都没有缘分。这个明天再讲了。如果什么牌都没有了，我也没有名牌了，它就不是名牌了。你想要，你就来霸占。那今天大家想要知道这个，我就来问啦，因为这个不能在这边讲哈，这个要有条件哦，不是说他都要的，这个要有条件，我讲清楚，这个要有条件，什么条件？关键价很重要。那年终庆今天最后一天，请你自己把握。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